在职人士有权在立法局九个新功能组别选举中投票。这些功能组别是以概括行业界别分类作为你的代表。大部分雇员都会根据雇主的主要行业被编入某一个新功能组别，获邀请登记做选民。很多自己开业的人士亦可能会根据他们从事的主要业务同样获邀请登记做选民。如果你在4月15日还未收到邀请，或最近转了工，又或者你想加入另一个功能组别，就请你填妥一份登记表格交回选举事务处。选民登记表格在各区政务处、邮政局和银行派发。查询请电2891-1001。